今日喺石梨背水塘站起步，鹰巢山自然教育径、北架山环山径、贵妃径。鹰巢山自然教育径，对面就是华景山庄，今日天色都好靓。而家嚟到杨梅坳，离开杨梅坳，转向麦径五段。呢度有条分叉路啦，左右两边都系一样嘅啫，我就往右边呢度上啦。龙恩道咧，行到呢度咧，我哋要转咗入去北架山环山径。咁我又冇。啊，呢个位啊，有啲斜，小心啊，慢慢啊。嚟到呢度有一个大石，嚟到北架山攀石墙，呢个攀石墙都好高啊！行过嗰边睇下先。呢度有一嚿石，好似个青蛙咁喎，即系有几分似喎，即系北架山攀石墙。呢度上去就比较崎岖啲啦。慢慢嚟啊！
到我上去哇，呢个地下湿滑，要非常之小心。坐呢个位好靓，下面就系睇到成个九龙香港。OK， 好啦，翻转嚟啊，翻嚟啊，小心啊，系慢慢啦。呢度要过呢条坑先过到对面。下面有石硖尾啊！哦，下低龙翔道，哇，九龙塘都睇晒咯。哇，对面海，啊呢边旧启德机场啊，起晒楼啦。好啦，呢个位轮到我上，慢慢上。小心啊，呢度啊！出到嚟铁路坳，铁路坳呢度有嚿指示石，呢度指示个方向嘅。离开铁路坳，转上去贵妃径。呢度有一个机枪堡，落山呢度有啲车啦。慢慢来啊。在贵妃径落到来尖沙径。哇！尖沙径呢一段都几多呢啲咁嘅好斜嘅位置，好在侧边有条绳辅助下都好啲。
唔係都幾論盡，加上今日地下又濕滑，小心啊，慢慢嚟。尖沙徑落到嚟十二管道，不假山引水道，引水道涼亭大休，大休完起步，来红梅谷烧烤场。引水道左转来红梅谷烧烤场，教育徑行呢度，我哋轉咗呢條失級路，來燒烤場。